今天是星期五，在今天做今天的 workout 之前呢，我就在这个淘宝呢就买了很多有 motivation 的牌。其实呢我之前就买了三块的了，每一块都有它的文字，它全部都是一些推动性的字句的。我就希望每一个来的学生呢都可以做緊嘅時候，或者就嚟想放棄嘅時候，或者係我拍片嘅時候唔小心影到都好，咁就可以 motivate 到大家話即係唔好放棄啊，即係點樣樣去繼續努力啊，去成功喺困難之中都要點樣去渡過啊，咁樣樣一堆哩哩巴啦咁樣。咁而家咧，我哋就買咗一大堆，我呢度咧我已經貼咗三個喺上邊啦，跟住咧地下咧有兩塊。呢兩塊木嘅咁啊，擺下邊，跟住仲有一啲度有兩塊，跟住呢度有一堆，跟住咧嗰度仲有，嗰度仲有一堆。咁啊，一陣間咧貼咗之後咧，就會整個full view 俾大家睇下啦。好啦，已經完成咗砌曬上去啦。咁啊，每一句咧全部都係關於啲人生上面或者是目标上面的一些推动字句。希望除了这个之外，这个是给我女朋友的。是的，现在呢就吃 pre-workout， 接着就开始今天的 workout 了。真的很满意，再买回多一些 fill in 回这里就好了。我啱啱咧就落咗呢個 APN 嘅 pre-workout 兩殼同埋兩殼 APN 嘅 BCAA， 咁而家咧跟住飲咗呢兜嘢啦，但系咧呢兜嘢嘅，我之前已經講過個味道咧已經不算太好，但係力量咧就十分犀利，咁所以咧我哋而家要飲，因為今日做 deadlift 就如果唔係我都唔食 pre-workout。但係佢一陣間咧個威力爆發出嚟，上次我係坐喺度都感受到嗰種氣點樣養成，哇！奶奶，呼，好啦，我嚟咗落去啦。好，好啦，咁今日嘅 workout 咧就係做，sorry， 今日做55% 嘅。One rep max 就做八 set， holy shit， 八 set 六系統，跟住做八 set 六嚇。OK， 咁跟住咧，就會做埋今日嘅 leg day 啦。所以今日咧嘅 workout 咧，我預而家係1:40左右，我諗應該起碼3:30左右先會完成，即係起碼兩個鐘頭，因為呢個 leg workout 已經多啦，再加埋有八 set 六下嘅 deadlift， 好彩今日重量唔算輕，55% 我嘅 maximum 係225.5，咁我唔計個半咧，咁費事。有零點位數出現啦，咁就55%就即係應該係132.5左右嘅，225×2.5，冇錯啦，唔係喎，原來係123.75，咁我就應該會做125公斤嘅，因為仲有個點五，咁啊125公斤八 set 六下，好簡單啫，冇問題。咁而家咧就開始做啲 warm up， 跟住就開波啦。好啦，咁而家咧就已經撈咗125公斤喺度啦。咁咧，因為要做八 set 嘅關係咧，咁所以我唔俾大家睇曬八 set 啦。咁就好快咁俾大家睇其中四 set 就算啦。六下，咁就係一開始就唔帶 bell 住嘅，睇下之後使唔需要咧。其實應該都唔太需要，因為費事太過依賴咗條皮帶啦。
咁就125公斤，8.6下。啱啱大家見到嗰兩個櫃咧，即係而家出邊呢兩個咧，就唔係我哋嘅當然。咁咧今朝早一翻到嚟開鋪嘅時候咧，佢哋已經塞住咗喺個門口度，跟住咧我就要連開呢一個嘅鎖咧，我都要搬落去。個問題係咁大個櫃，第一啲清潔姐姐係唔會抌垃圾咁樣幫你抌咗佢啊，咁係咪永世擺喺我前邊咧？第二就係、呢個櫃重到咧係即係我都搬唔喐嘅，咁啊所以就。而家啱啱開咗食環過嚟啊，所以係啦，阻住曬我個腳。咁今日咧就啱啱做完 deadlift 啦，啊條腰仲要鬼咁痛緊嚟。咁而家咧做完 deadlift 咧，就開始做今日嘅 leg day 啦。等緊，如果咪一陣做下咧，應該就會有呢個食環處員走過嚟啦。咁今日咧 leg day 咧係做先做咗 squat 先，咁我希望今日咧係可以做到140公斤，應該係3-5下啦。咁就而家開始 warm up 緊，而家係做緊兩餅，咁就係啦。咁啊，睇下會唔會做下，突然間會有個食環處嘅人突然間攻入嚟，叮噹。咁啊，唔希望唔係做緊三餅嘅時候啦。好，而家做兩餅嘅 warm up。340公斤，咁之前咧，我最多咧係試過做到大概，如果連續做嘅話，應該係5下左右嘅啫。咁啊，因為啱啱做完 deadlift 啦，咁啊，所以睇下今日會唔會可以都做到3下或者甚至乎5下。第3下都唔錯啊，都要都達到目標。
家咧做完個 squat 之後咧，跟住嚟做個 leg press 啦。好啦，咁最後咧，我哋做埋個 extension， 咁就完今日嘅 workout 噶啦。咁就呢個又係三至四 set， 10-20下。最緊要上嚟嘅時候咧，正常速度落去嘅時候咧，控制住下。咁今日咧就完成咗一个 deadlift 同埋脚嘅 workout 啦。咁而家咧啱啱好3:30，差唔多。咁啊，头先差唔多2:00多嘅时候打电话叫食饭，到而家都仲未到，真系政府公务繁忙。好，咁啊，大家记住喺练你嘅上半身之余咧，都记住要练你嘅下半身啊。如果唔系咧，你到时候咧就会。上下半身不平衡咧，咁咪好易受傷噶啦。如果你就算如果玩咩運動咧，我相信你都要上半身、下半身，你都要平衡嘅。如果大家我都未講過，我由第一樣開始舉重嘅運動咧，即係開始玩 weight training 嘅時候咧，第一樣運動係因為需要，唔係應該係話我做乜嘢運動係需要玩到 weight training。如果第一次係接觸呢嚿鐵咧，講你唔信係打乒乓波。冇錯啊！嗰時佢教練鬼佬教練係叫我你要做 weight training， 第一時間咧，跟住佢乜嘢都冇教我，就係教一樣嘢啫，就係深蹲啦。所以大家要知道，如果你要做一個精英或者一個比較好或者一個對自己有要求嘅運動員或者一個人，最緊要一定要深蹲。要有好的下盤才可以發揮到好的水準。咁啊，希望大家中意呢條片，記得 like、subscribe 同埋 share。咁就聽日咧就係星期六啦，第六日呢個 program 係第六日。咁聽日咧就係做 chest and back 嘅，即係背啊，唔係係 chest and back 嘅。咁啊，所以做4個 superset。咁啊，聽日再同大家見啦，拜拜。